华灯初上，褪去了白天紫禁城金砖碧瓦的闪耀，送别了长安街灵动喧闹的人群。位于北京中心地带的古老胡同，似乎在此刻暂时作别了对历史皇城的回忆与对现代都市的赞美。眼前这座院落显得尤为静谧，这里正静静地等待为即将到来的人们开启一段难忘的味蕾体验与一段红墙国宴的往事。如同这条比邻紫禁城的胡同一般，这座小院的门口静谧简朴，只有进入小院，精致的屏风上才揭示出小院的真正身份——城府宴。本该打开大门做生意的私家菜馆，却从不刻意招揽生意。如果没有特别的留意，这里甚至常常被慕名而来的客人错过。这不禁为几十平米见方的小院增添了几多神秘色彩，而小院传承的菜系也大大不同于别家。这里并非为川、鲁、粤、苏、浙、湘等几大招牌菜系，而是传承了对国人来说神秘至极的国宴菜。生于1975年的刘健，在他30多年的人生阅历中，从未与国宴有过直接的联系。但是如今作为城府宴的主人，国宴菜对于年轻的他来说，意味着传承与责任。而这种传承，则来源于他的外公，被誉为红墙国厨的程汝明。从2005年开始，我们注册了一个叫城府宴，城取其字号程汝明的城，府为老人赐给我的。老人讲，府为广字头，一个人一个寸，你要广存人，一起去做事情。宴是我自己家的，我觉得中国人讲究礼遇最高为宴嘛，宴宾宴客宴请，国宴。我希望我定一个理想和目标，就是弘扬他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叫城府宴。程汝明位列全国16席之一的国宝级烹饪大师。翻开这张照片，不禁翻开了他与伟人的过往故事，翻开了小院国宴菜的来由，也揭开了他被誉为红墙御厨的神秘面纱。1952年新年伊始，北京城辞旧迎新的喜悦还未褪去，程汝明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的他刚刚考上北京铁路局专务运输处，担任列车厨师。那一年他26岁，虽然年轻，他却已经拥有了同龄人几乎难以想象的丰富阅历。很小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兄妹两个人是叫花子要饭的，那么多少次去看到之后，其中有一个妹妹就死去了，就是因为没有吃到饭。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不可以去做一个让天下人都能吃饱饭的工作。这个也许是在当时是一个最根本最基础的一个想法，生存是第一位的。1939年，13岁的程汝明在叔父的带领下来到天津，开始厨师的学徒生涯。天津地处华北平原，1860年，天津成为通商口岸特有的条件，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1939年，13岁的程汝明进入天津汇中饭店，那里云集了官僚买办、富商、交际花。曹禺曾以汇中饭店为背景著写了著名的话剧《日出》。正是在汇中饭店，
幼小的程汝明第一次接触到了西餐的制作。在惠中饭店的时候啊，有一个前厅的经理，他想从后厨啊把他给挖走啊，挖到他自己的身边去。但是程汝明表示，我只爱烹饪，我就是来做饭来了，来学做饭来了，啊，所以没成了。没有人能解释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对于烹饪的热爱与执拗，只是随着年月的增长，后厨那个瘦小的身影正在渐渐长高，他的记忆也日渐丰满。1948年，刚刚年满22岁的程汝明已经在天津的烹饪界赫赫有名。那时他是名号享誉天津的聚合成饭庄的主厨，那一年也是他厨艺生涯传奇的开始。有一天莫名其妙啊，就有人找到程师傅，说可能需要你明天啊由饭庄出东西，你出你的人一起拉着你来到天津的另外一个地方去做饭，给一些重要的人物做饭。那程师傅说是给谁做呢？说你不方便问，你去就好了。于是就把他们很多厨师拉到了一个地方，大概他回忆应该有十几个厨师，而且都是行业里很有名气的。完了以后，他们就发现了把那个他们做的那菜的留下小样，就是留一点儿叫小样。如果这顿饭有问题的话，这是谁做的是知道的，这是证据。那顿饭做完之后呢，这些人都没有让走，留下来之后住得好吃得好，就是不允许你离开。私下里他们就开始在讨论啊，今天给什么人做饭呀？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人物啊。事后，程汝明好奇的多方打听，终于知道那晚的大人物，原来便是当时准备由天津去东北督战的蒋介石。作为一名厨师，在22岁的时候拥有这种经历，对于业内同行来说，已经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4年后，1952年，程汝明却决定放弃一切，离开天津。这时，新生的共和国已经成立2年。对于程汝明来说，首都北京是他人生又一个新的起点。1952年，程汝明来到北京铁路专务运输处。虽然仍然是一名厨师，但是他工作的灶台不再摆放在洋气闪亮的西餐厅，而是安装在飞驰的列车上。就在同一年的10月，新中国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大型国际民间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会议期间嘛，有一次去沈阳，开始的时候那一波外宾的那个，厨师做的饭。一个是外宾不太喜欢，因为不太符合他们的口味。当时组织上就决定啊，临时加派了一个火车，把程师傅紧急送到沈阳。于是程汝明被临时安排在外宾专列上，为辗转各地参观的外宾制作餐食。因为程师傅是做西餐的，会考虑这些外宾的这个饮食结构、饮食习惯的问题。在程汝明的眼里，这完全不同于以往为达官贵人烹饪燕窝鱼翅的经历。他见证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发出的声音，这种奇妙的感受让他抑制不住的激动。这时他并不知道，他的人生也将因为这次会议而得到巨大的转变。结果从沈阳外宾们上了车之后啊，在去上海的过程中，大家发现这个餐厅的这个伙食完全不一样了，反响特别特别的强烈。程汝明学贯中西的厨艺大放异彩，引起了铁道部领导的关注和认可。于是他被安排到外国专家乘坐的专列主厨西餐。1954年5月的一天，程汝明像往常一样来到调度室查看当天的任务。因为他上班他有那种翻牌，他要找到自己的名字，就是安排了他今天的任务，他去哪儿。可是当天令程汝明感到意外的是，
他并未找到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别人提醒他，你去看看保密室里面会不会有你的牌子。什么叫保密室啊？在当时有一个房间是不为外人所知道的，也就是我们重要首长的专列。来到这个房间里面之后，当时负责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就冲他乐，说程师傅，今天你可一定要庆贺庆贺呀。原来他的这个牌子被倒挂在主席的列车上。从那天开始，程汝明正式踏上毛泽东专列，开启了一段与伟人之间几十年的不解之缘。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毛泽东经常乘专列奔波于各地，于是毛泽东专列成为了人们心目中没有红墙围绕的流动的中南海。自从1954年踏上毛泽东专列，程汝明便跟随毛泽东主席往来于中南海与专列之间。那一年他28岁，从那天开始，程汝明这三个字便与新中国国宴菜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他喜于创新的手法也为伟人餐桌上的佳肴增添了几许流传至今的佳话。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视察刚刚建成的长江大桥后，挥笔写下彩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词句。然而人们或许不知道，词句中提到的武昌鱼便是出自程汝明之手。大家都知道主席爱吃鱼，尤其爱吃活鱼，很少吃死鱼。在当时这个火车上呢，跟随主席的时候，他们最早的是来到长沙。到了长沙呢，火车停下来了，主席要办公啊，工作人员也开始紧张忙碌准备主席一会儿要吃的饭菜。这个鱼拿来之后，程师傅他们就开始收拾。等都收拾干净了准备做的时候呢，突然有主席的工作人员跑过来说，主席不在这吃饭，我们马上火车要启动了，要往武汉走。就用那个冰块给他冻上，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到了武汉，吃饭时间就要到了嘛，他就准备了，准备了。可是这个鱼马上再弄活鱼的话，那可来不及了。经过一番准备，毛泽东破例吃了一次由程汝明精心烹制的冷冻鱼。我放了紫苏在里面，湖南人吃鱼一般很喜欢搁紫苏的，紫苏在里面有提鲜去腥的作用，第二个就是有养目护肝的作用。主席吃完我做的这个用我们烧出来这个鱼放了紫苏的这个鱼啊，全然没有感觉这个鱼被我杀掉之后已经有了几个小时这么久了。哎，吃这个鱼的时候非常非常满意，连鱼带汤全部都吃下去了。餐后毛泽东畅游长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游咏》：彩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主席自己认为，我刚刚才喝了长沙的水，我现在来到了武汉，又吃了武昌这边的鱼，那这个对于他来讲一种心境啊，我可以在两地这么自由的这个串行哈。可是殊不知，这个厨师才了解，您刚才喝的长沙水，现在吃的也是长沙的鱼，主席自己并不知道。毛泽东喜欢武汉，他的许多记忆都留在武汉，而在程汝明创作的诸多菜品中，也有许多产生在武汉。除去大名鼎鼎的武昌鱼，还有一道菜不仅带给伟人味蕾的新鲜体验，也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小小插曲。1961年9月，英国在二战时的著名将军蒙哥马利访华，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虽然中英当时并未建交，但是为了让西方更加了解中国，他的来访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原本计划短暂的会面，由于宾主双方相谈融洽，延长了时间，并且毛泽东亲自提出要宴请午餐。
当时呢，这个工作人员讲啊，程师傅有外宾，今天的宴会规格要高，你考虑一些外宾的饮食习惯。程师傅就想了想，正好手边上有这个渤海湾的野生四头啊大虾在手里面，他把这个大虾啊斩得很薄，里面呢用奶酪卷进去，做好之后外面裹上鸡蛋面粉面包糠，炸出来金黄色的这么长的一条大虾。蒙哥马利元帅吃完之后，76岁的老元帅拍着肚子啊对主席说了一句话，主席啊，你家的饭菜太好吃了，我很久没有吃这么饱了。听到夸奖，毛泽东虽然欣喜，但是在武汉东湖服务外宾的众多人员中，他并未猜出谁会具备这样精湛的西餐技艺。完了回来告诉他是程汝明做的，毛泽东他就高兴极了。为什么高兴啊？这是我的厨师，是我的厨师做的。主席说了一句话，程师傅手艺精湛，竖起了个大拇哥。餐后为了表示纪念，程汝明为这道菜起名为元帅虾，保留在自己关于国宴的记忆中。这本《程府宴菜谱》记载下的是程汝明在中南海工作期间一手创制的国宴菜。那时每逢领导人准备在中南海宴请一些私交比较好的重要贵宾，都会指定由程汝明主厨。1972年，一位重量级贵宾的来访，让整日钻研菜品的程汝明见证了美食佳肴也可以作为一种外交手段。1972年2月21日11:30，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准时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当即将走下舷梯之时，尼克松微笑着伸出他的手，疾步走向周恩来。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尼克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中国对这次来访的重视程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以往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均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的18号总统楼，此次尼克松一行也不例外。这天中午，钓鱼台国宾馆为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准备了第一次午宴。为欢迎总统夫妇的到来，毛泽东亲自为他们增添了3道菜，并指定由中南海的程汝明师傅做好后送到钓鱼台。哪三道菜呢？一道是牛扒，一道菜呢是烧滑水，一道菜呢就是面条子鸡。那么做完这3道菜给送上去之后呢，通过翻译说这3道菜是毛泽东主席和夫人特别给您做的。当时尼克松总统整桌宴会仅有这3道菜是吃的最干净的，吃完之后通过翻译转达，感谢主席及夫人，我感谢中国人民的友好好客。就在这次国宴举行的7天之后，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封存在中美间22年之久的坚冰就此打破。这些刀具曾经陪伴程汝明几10年的国厨生涯，刀身上用细微的字号表明年份，每年一把，像年轮一样记录下程汝明与国宴一起经历的共和国往事，与他内心深处对伟人深深的情感。岁月的更迭周而复始，刀具却停滞在一定的数量上，不再添加。随着年龄增大，如今程汝明早已离开了红墙，由于身体原因很少外出，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但是那份关于国宴的记忆还在传承。我记得在程汝明80岁过生日的时候，当时我们全家在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另外也来了一些中南海的领导。领导其中有一位领导同志就说，我们是程师傅为中南海的活化石啊，家里面有义务保留一部分，不
不要是带走了，很有损失的。当天晚上呢，我送老人回到家里面，老人就说你先别走，紧跟着就从他的房间里面有这么大一个纸箱子包给我，里面有很多的菜单啊，你可以看到那些纸有发黄的，有发白的，有老的，有新的。那一晚，爷孙俩以简易的方式完成了人生历程的一个交叠。2005年，刘健注册城府宴，开启了他全世国宴菜的私家院落。红墙白玉栏是外公对中南海国宴最深的记忆，于是在这个离红墙不远的小院里，刘健也移栽了一颗白玉栏。在今天，我也遵循着老人对我的一些教诲，包括城府宴的第一宗旨不是美味，是安全干净，我们传承了一些它内在的精华。对于局外人来说，国宴菜就像一个谜，它的精华并不在于样式的繁奢，也绝非什么千金难买的绝密食材。一道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就深藏于其中。别雅质朴的一道汤，要在一块不足巴掌大小的豆腐上切数百刀，豆腐炸开之后就像一朵银菊浸在汤里，妙不可言。今天这一道道造型别致、做工精良的中南海菜，除了让我们大饱眼福之外，足以从中领略到中南海国宴的风采。如今城府宴开餐前的流程依然延续了红墙国宴的仪式，精致的杯盏和别样的仪式感成为了一场饕餮盛宴的前奏。每一位踏入小院的客人对接下来宴会的期许，也许不仅仅是精美的味蕾体验，更多的是在时空轮回中对伟人的敬意和探寻红墙国宴的奇异之旅。他是东北名菜锅包肉的创始人，曾被誉为滨江善祖。他曾因油炸冰溜子而名噪一时，甚至被写入电视剧本。他们来自同一个家族，却有着不同的传奇往事，历经百年，传承四代，老厨家的故事仍在继续。敬请收看《私家历史私家菜》第二集《百年老厨家》。